佣兵在这边推个墙，爆个点，然后你去找，找到了这边的佣兵，心里就一凉。你关键，哎，佣兵还贴了自己的照片，哎，这照片出卖了他。这佣兵为什么要喷个漆呢？一喷个漆，你看是个佣兵就走了呀。哎，以后玩个机械师也可以这样子，我带个佣兵的喷漆，我再一喷，我是个佣兵，看一眼，哎，走了。这好像是一个非常隐秘的战术啊。对不对？你这佣兵就喷漆出卖了自己，又一个被喷漆出卖的人，就是没事少当那个涂黄，对吧？喷着喷着就把自己给卖了。本来这佣兵可能可以就靠自己的这个耳鸣牵制个20秒。现在一个喷漆只能牵制2秒，打一刀，哎呦，这刀没打中，有点亏啊！撞闪现，哎呦，这炸裂！这个蜘蛛也是个土皇啊，应该倒，要倒，要倒，倒倒倒，这个够，这个够了，这个够了，好的，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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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前锋预判，预判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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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幸好是放下来了。这波要是没放下来，瞬间爆炸。佣兵已经削了95%了，那佣兵就第一波，还行还行。蜘蛛这把有的机会保平啊，能保平。赢嘛？你说这种局你想要赢有点难。平还是有机会的。怎么两个人来救啊？两个人来救，这我没看懂啊。这波安排的不是四黑啊，可能安排的有问题，交流上面也有一点问题。前方还要撞一手，拖一拖，那吐一口，好的，完成一个双倒。那这里可能要被换挂了，这一轮换挂对于蜘蛛来说是很伤的，但也没办法，因为勘探员拉的已经太开了，手上没有闪现，不能去快速击倒的，拖的时间不够。牵起来，佣兵来救一波，不好打，不好打。这一轮防守的一个位置还走错了，本来如果走对的话也来不及，也来不及，要先打一刀，然后再吐一口追一刀，哎，打一刀，好，哎，吐一口追一刀，哎，还真打出来了，哇，这给他打出来，那翻盘了呀。这佣兵出大事情，一口吐没吐中，待会儿牵起来打气球的。一刀打中，好，救不下来了。翻盘，这你敢信啊？哇塞，帅呀 ！S 一蜘蛛帅呀！这怎么就毒奶了呢？我又没说他一定能救下来，我只是说这波蜘蛛要防下来得打一刀吐一口再打一刀，那他打下来了，对吧，就打下来了，那这个东西你就没办法的呀。回去机械师这里自摸应该是起不来，因为机械师教刚刚在那个切尸肠不给活路啊，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点机会没有了。本来说机械师要是起来然后把佣兵捞下来还有点点机会吧。这个翻盘真的帅啊，别救保平，保不了。勘探员吐一口，
再等，再等，再等。佣兵要去救救机械啊！这里要吐一口，然后就再打一刀，吐中。哎呦，他吐别人也没那么准啊，为什么吐佣兵特别准？把这个先挂飞，最后台电机已经被时常踹过了，然后再来找你们两个，稳。这个翻盘是纯粹的一个防守翻盘啊，就靠着蜘蛛的一个独特性防守。这里还准备骗一轮磁铁，打得厉害呀！投了投了投了，确实打得非常的好。